在着火，在雨中我照样牵着你的手，随着荡秋千摆动，吹夏天的风，夏天的风，就像你最温暖的手。咋了？怎样？咱老人痴呆会当个修理这台电子琴，弹个这么爽？哎呦哎呦，我较早做唔得着，啊，不过今摆佫袂慢。我要啉茶。哦，你啉茶啊？好好，来，我先去啊，啉茶哈。好，我停哈，哈。我要。好，啉咪好哈，啉茶哈，来来。真是哦，要处罚哦，我嘛处罚我，我着老人痴呆，卖互无岁安尼哦，受这款苦。想袂到这台电子琴对我遮好，啊，敢讲这叫做患难见真情？我安尼做，敢那不应该哦。妈，你不要担心啦，我们三个应该有办法可以治疗阿爸的病。有。妈，他怎么了？我有爸跟司机柱一样，好像得了老年痴呆症。不过我们三个现在在想办法，要帮阿爸治病。怎么会这样？阿爸跟我爸同时得老年痴呆啊！哎，小玉，你们三个又不是医生，你们不要乱搞了。对啊，不要乱弄呐！如果越弄越糟怎么办？你们放心啦，反正死马当活马医，搞不好真的有效啊。还有。请开始。你说假戏啊你啦！臭海鸥，你在干什么啊？哎呦，大嫂，这个叫做惊吓法啦。阿吉阿木，你放心啦，我觉得好像有一点点有效哦。海鸥，请继续。好。我你这个死海哦，喂。花花，大情悠悠。我要啉茶。好
好像有效哎！爸刚才竟然认得海鸥，而且叫我的名字。海鸥，继续。哎，等一下，第一阶段疗程已经结束了，接下来换我第二阶段。对，什么是第一阶段？第二阶段你只是贡献来的。妈妈，你借我过一下。阿好，你这三个母仔囝，竟然你来外人啊对付我，甲恁爸较细气的。当然，我若过了这关哦，恁都在死。哎，你们让开一点哦。好。你们也让开一点哦。要打我，你是要甲地老水啊？哦哟，好像有效哎！阿爸刚刚骂我是要打我哎！阿七啊，好。哎呦！我拄仔困去呀。嗯哼。刚做面包吼。啊，你拢来找我呀？啊，勤妈吼，大正春天。安尼我知。这个有影真厉害，会当治百病。啊，若是查某的甲电的，可能会变查甫的。小查某。你别起来，来。你拄仔是老人痴呆啊？无啦，还是电量拢好起来啊？来，我定位。你叫你叫你。哎呦，你都唔知影讲查明我是偌凄惨。本来我是想讲出这个怪招是要对付迄个陈宇迅的呢，结果不甘咩啊？真的是我家己去防守你着啦。哎呦，怎叫你遐天才，想到这落后步，装来装去变甲家己装傻。你是无查明哦，亲目睭看到迄支蛇虫，哈大只呢！我是干那捌伫动物园哦，看迄兽医哦，咧甲大象注射的时阵，才有用到遐只呢。哦，假哉！假哉！我赶紧承认讲哦，我迄破病是假的，遐若无哦，那是互伊规人哦，甲我掠掉的哦。迄支注的哦，我即马就无一个只啊啦。其实我感觉互注看卖，哪有要紧对无？人去天顶做生嘛袂歹呢。好啦，我连夜来助你啦吼。丢人咯！你想干？我呀，你甲看见冷飕飕啊，伊累累呢。我特别变死毛蟹啊！安怎啦？哎呦，小英哦，失德哦，唔只哦，哎呦呦，我想哦，甲人过只白痴呢，结果去后一晚唔食，囡仔甘弄一下，半小时啦哦。啊，你也甲人咧过白痴？你阁好意思讲？我就是因为听你的话啦。都在假什么老人痴呆症，结果哦，差一点仔，我颠倒家己去防守你着，你是叫是假白痴，这么好耍哦？啊，我看你假白痴，遐侪人对你也好着，甲你照顾，哎呦，搁有玫瑰小手可以牵，所以我就想讲，假落安尼啊。你哦，头壳歹去，家己惊假啦，你。啊，然后呢？然后遐狗囡仔咁个吓惊，咁个安尼。强者卡在大楼，哎呦，夭寿的，我阿妈臭伊人去，所以代志咱别看，我来欠，咱知我假的，哎呦。这几个狗屎囡仔吼，因卡出的这几招尔，因是不是嘛有摕一支电击棒，我咪给你电。哎呦，搁有电击棒，我搁会惊起来，因要互伊电一下哦，哎呦，规个拢青烟啦。我认真哦。好多哈巴相迎，抓一尾虫来，恁娘咬家己的尻川啦！请借问的，啊，刷落去阁有无？当然嘛，还阁有。我来欠债吼，我装笑的，乌土掠光呢，安尼甲罚规规一暝袂使起来，夭寿呢！你看，正气阁跌咧呢，哎呦喂呀！哦，哎呦，唔敢哦。啊，又唔敢唔敢哦！我甲你讲啦，我即马知啊啦，迄真正是做歹路，唔通行啦。我是因为哦，要阻挡夏天甲陈宇迅的代志哦，我才安尼食饱先用，再来改鬼改怪呢。拢是你啦！你出这什么怪招以后吼，我歪听你讲的话啊。啊，唔是为着你，好啦，你两方呢？去叫伊做一寡补品，我补下身体哩，我相信伊啊。还是我无伫，没有东西出。阿吉队，
一套早是去买材料啦。唔是，咱啊买一只小车车给伊，伊即马出去试车，四界去兜风。啊，你买车给伊？阿鲁米，查某人唔通生，生久吼会甲你爬头啊，要顶百日哦。世间讲这啰话的人吼，你上无资格。你家己互恁某当作狗遐累累三十几年啊呢？放伊，恁两个拢差不多啦，免在咧旧笑比无尾啦。哦，安尼哦，我是无虾啦，我唔是旧，你才是旧啦。是是是。佮讲我讲哦，阮两个是有某的，我敢赢你无某。无某是安怎？虽然恁是惊某大丈夫啦，啊，我无某，你当我输啦，袂要紧啊。但是我自由自在输啦，好不？我知，我知，我知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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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。都几岁了，好幼稚。救命！好啦好啦好啦，落来就过啊啦，来啦。哎呦喂！我太唔敢啦，哎呦，唔敢唔敢唔敢。Linda， 怎么又是你啊？你这次又想干嘛？我想你啊，所以来找你。干嘛？不欢迎啊？哼，我应该欢迎啊。你把我一个人绑在红都宾馆一整个晚上，又把我鞋拿走，害都被你害惨。害惨？你是说被你的老婆大人狠狠地修理一顿啊？才没有。我只是自己觉得对不起春天而已。好啦好啦，庞大金，我就知道呢，你是个心好男人，心肠最好，人也最好，最重要的是啊，最愿意帮朋友忙了。知道就好。所以咯，我要请你再帮我一个忙，陪我去拍婚纱照。什么？拍婚纱？嗯，你疯啦？哎，是不是朋友啊？连这么点小忙都不愿意帮？这个叫小忙？你这个人是不是脑袋有洞？如果我被发现我的婚姻就完了，更何况你想拍婚纱，你路边随便找一个人就好了，你找我干嘛？不行啊，就是非你不可。琳达，你该不会爱上我了吧？庞大金，不要这么自恋可不可以？这些婚纱照是要寄给我前男友的，所以咯，非你不可。你们都分手了，还要寄婚纱照干嘛？哎，这是面子问题。竟然不相信我要结婚嘞，当然要做真一点喽。对不起，我不能答应你。我很爱我老婆，我不想让她误会。不愿意啊？哎，没有关系，庞大金，那我只好把这双鞋拿去给你老婆，请她说服你喽。哎，琳达。对了，我还可以把你跟我求婚的内容送给你老婆，当做手机打理，你说怎么样啊？好了好了，我答应你。不过我警告你，这是最后一次，听到没有？你背着包包要上哪去啊？我要出去。你要去找陈宇轩是吗？是，我是要去找宇轩。放下你的包包，不准去。老爸，你阻止不了我的，我就是要出去嘛。哦。那你现在走出去，你试试看。哎，姐夫，我有件事情好重要，一直要跟你说哎，姐夫。我现在没空，你待会儿再跟我说。不是，姐夫，你过来一下，我这件事情真的好重要，一定要马上跟你说。什么事嘛？这件事情就是，我昨天晚上梦见姐姐了。啊？我跟你说，姐姐她好难过又好生气哦。她一直跟我说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干涉女儿们的婚事呢？她一直骂你，一直骂你，一直骂你。但是我有听你说好话，没想到姐姐太更气了，所以她连我也骂了。姐夫啊，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好好尊重姐姐她的意思。拜托啊，你玫瑰，我跟你姐姐是夫妻多少年了，她的个性我会不了解，她不可能说那些话。你说那什么托梦的事情啊？八成是你自己鬼扯，那是你自己心里的想法。是我个人意见没错，但是我在想，如果姐姐她现在还在世的话，她的想法一定跟我一样。哎呀，姐夫啊，你也想想看，孩子们都大了，他们都是独立的个体，有独立的人格，他们有能力、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未来、自己的幸福，你不应该这样操控他们的一生啊。喂喂喂喂喂，你说话公平一点啊！我没有要操控他们啊！
我是为了他们好，我不希望他们年轻人现在年轻的时候一步路走错，他终身遗憾。如果你不插手的话，他们就不会终身遗憾啦。你说是什么话？玫瑰啊，对不起啊，我还是要提醒一下，你终究是个外人啊，我们吴家的事情，拜托你不要管好不好？说不出的爱。对不起啊，我还是要提醒一下，你终究是个外人啊，我们吴家的事情，拜托你不要管好不好？我是外人，好，是，我是外人，我是外人，我不应该插手你的家务事。但是你也不摸摸良心想一想，如果不是我这个外人插手你的家务事，这春天跟大金可以顺利结婚吗？春天跟，你现在突然提出。哦，我明白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拿你10万块美金的赡养费，去买下世纪号，然后当作聘礼，所以春天跟大金才能够顺利的结婚。那你现在突然跟我讲这些话的意思，就是说，你希望有一天我可以还钱是吧？如果你真的是这样想的话，我吴世纪啊，我就算是去跟地下钱庄借钱，我也借下来还你。我在跟你说透，你在跟我扯戏干嘛？难道我叫你还钱了吗？要不然你现在突然提到春天跟大金，你不是在要挟我吗？这，你简直都不可理喻啊！你，我，老爸，阿姨，你们不要再吵了啦。夏天，你现在就去找陈宇迅，叫陈宇迅马上过来。你的婚事，我做主。你做什么主啊？我再提醒你一次啊，你是个外人，你是我老婆的妹妹而已，吴家的事情轮不到你做主。阿天，你听清楚啊，如果你现在去找陈宇迅的话，我就跟你断绝父女关系。好吧，吴世纪，断绝父女关系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？我是他父亲，为什么我说不出口？你要是走出这个门，你给我试试看啊！日，啊，甘玲玉，书上教的这一招实在是太好了。喂，喂，老公。春天，什么事啊？老公，你在哪里啊？我要去客户那里啊，在开车。在车上？那太好了，你可不可以帮我放车上那张 CD 的第三首歌曲？哦，好啊。老公，你有没有觉得这首歌好好听哦？每次听到心情就觉得好舒服。哎，对啊，很好听。哎，你怎么了？声音怎么怪怪的？没有啊，没事没事。大金，嘘，不要闹了啦。你车上还有人吗？你跟谁在一起？没有啊，我哪有在跟谁说话？我那是窗外的声音啦。哎，老婆，我要去找客户了，拜拜拜拜。哎，琳达，你如果敢再闹的话，我就不陪你演戏了。好啦好啦。我要去找冬天，
走什么冬天啦？我不是跟你讲过几落摆？家门啊，做东西啊，厝内就会败。爱跟你讲过几摆？不准甲冬天来往，听吧？不管，我就是要去找冬天。我跟你讲，不要就不要。你若敢甲我打出门去找冬天啦，我就跟你串女巫啊，跟你关联，我就甲你试看卖啊。嗯，你也太不讲道理了吧？我讲道理哦、喔，你是头一天跟我识识哦，啊，我讲的话就是道理，你免什么拢免问，你负责甲我听安尼就对了。天底下哪有这种爸妈妈？哼！恁老爸我都发了，我敢无发你哦？蹬脚要踹你哦，蹬啊蹬地脚哟！琳达，你知道为什么白天看不到太阳吗？白天太阳为什么？那是因为整个世界都被你美丽的光芒所掩盖住，没有任何的人事物，甚至连太阳都比不上你耀眼。而我呢，就像一只大飞蛾。又来了。喂。老公，你在哪里？我在便利商店。便利商店？你不是说你要去找客户吗？怎么会在便利商店？对对啊，我刚跟客户碰完面，然后现在要去下一个客户那边，所以我就先去这个便利商店买个东西。是这样哦。哦。哎，老公，那你可不可以开一下视讯？我想要看一下便利商店有卖什么保养品哎。保养品去专柜买就好啦。哦，人家想要知道便利商店有卖什么嘛？你开一下视讯啦。老公，你怎么还没有开？我在等哎。有看到吗？你要什么牌子的？你开了吗？我怎么什么都没有看到？什么都没有啊。怎么可能啊？我明明已经开视讯了。那我想镜头可能坏掉了，不然我改天再带你去买好了。我现在要赶去客户那边，我晚点再说，拜拜。你不要挂我电话。喂喂。奇怪，大金每次跟我讲电话都怪怪的，该不会真的有鬼吧？快拍吧。刚刚才说我跟太阳一样耀眼，怎么啦？现在对你来说就一点吸引力都没有了。两位可以拍了吧？要拍就快一点，不然我要回公司了。我是要拍啊，你一脸苦瓜脸，别人还有逼婚了。这不是差不多吗？我不管，你只要没有我满意的笑容，我就把鞋子拿去给你老婆。好好好，算我怕你，走。好，可以拍了。亲了一点吧。这样可以了吧？这还差不多。来，脸靠近一点。给我个甜蜜点的笑容。很好很好。小杰，小杰啊！他去找雨迅了。什么？我不是有警告过他，我不准夏天去找雨轩吗？是我要他去的。你凭什么要他去啊？凭什么？就凭我是他阿姨。怎么啦？你真的想跟他断绝父女关系吗？好啊，那就断绝啊。洪玫瑰，你不觉得你管太多了吗？错，管太多的人是你。我怎样？我真的不懂，老爸给你的测验，你全都过关啦，为什么还是不同意我们在一起呢？雨迅，我不想管了啦，我们回美国好不好？回到像以前那样，我们三个人就可以在一起啊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我们一家就这样走的话，恐怕会造成你爸对你误会更深啊。
还有你们父女的关系会更僵。我是觉得不管怎么样，为了我们的将来，我们应该尽量的得到你父亲的谅解，还有他的祝福才对啊。可是，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嘛。就算不可能也得做，父亲就一个，尽孝要及早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我们家子就真的这样子拍拍屁股走了，你爸不气炸了才怪，那以后怎么回来呢？这个家你还要不要了？所以，我不愿意为了我做了一个你这辈子会后悔的事情，我不同意，想办法吧，好吗？好，我来想办法。就在家里面算日子、算时间，等我老公回来。所以你没回来，我当然睡不着喽。哎，这个鞋子，你不是说被鲨鱼咬走了吗？怎么会又出现了？还看起来这么新。嗯。我也不知道，就今天去客户那边，后来回公司就发现它出现在我办公桌下面了。所以那个鲨鱼该不会跟你这只金鱼一样还会上岸吧？我想这应该新品种，这鲨鱼应该是新品种。哇，老公，你的故事都好特别哦，都可以上新闻了耶。哎，老公，你的手机是不是视讯坏了？我帮你拿去修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这个事情怎么可能麻烦你呢？这种小事我自己来就好了。拜托，我每天在家都没事，这种小事当然应该要麻烦我了。来，把信卡拿出来，你明天用我的手机就好了。哎，老婆，我说了，这种事情我自己来就好，而且我今天下班修好了。啊，这么快啊？对，修好了。对啊，老板说这个只是系统宕机，所以重灌就好了。那你试给我看看，让我看是不是真的修好了。好。亲爱的老婆，我真的好开心，现在手机有视讯这个功能，让我在无时无刻想你的时候，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你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老公，那现在手机的视讯修好了，可不要再这么容易被前凸后翘的鲨鱼给咬走哦。当然。好，那我先进房间等你啊。老公，说不出的爱要怎么重来？未来该有什么事情？空气抽一口一口一口，用它来填满。为什么不自己抓痒？对哦。东东啊，老爸平常对你这么好，叫你帮我抓个痒，你应该不会拒绝我吧？东东啊，你长这么大了，有权利替自己做决定，不要宝宝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难道你是 baby 啊？我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啊。现在是什么情形啊？现在是你故意在跟我作对是吗？难道跟你的想法不一样就是跟你作对？请问你，你凭什么叫孩子为你做事啊？凭我生他们养他们，我是他们的老爸，不可以吗？老爸就可以替他们做决定啊？你们不要吵架啦！大人事你不要管。没错，
东东，你先别管啊，让老爸今天就跟玫瑰阿姨把事情说清楚。是应该要说清楚了。你老是要求孩子为你做这为你做那的，请问你，你为他们做了什么？嗯？我为他们做了什么？对，你为他们做了什么？那我告诉你，我为他们做了什么？你说。二十几年前，你姐姐刚刚走的时候，我是有史以来最年轻、最有前途的海军舰长。结果我为了孩子，我提前退伍，我一个大男人在家里带四个小孩，不容易呀。那个时候东东，他抱着尿布，他还是个小婴儿，我背上背着他，我还要忙着为其他的三个姐妹煮饭、烧菜、洗衣服、教他们功课，这些点点滴滴我做了这么多，我今天只不过是叫他们帮我抓个背。我过分了吗？太感人了，虽然我听了几遍还是很感动，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，你照顾他们长大是义务，是应该的。现在他们已经长大成人，你应该要尊重他们的决定。尊重？我只不过是因为我的背痒，叫他帮我抓抓背，我什么地方我不尊重他了吗？东东，老爸有不尊重你吗？平常老爸对你是不是百依百顺啊？我有什么地方不尊重你啊？你说，你当着这个阿姨的面前，你说。老爸，如果你真的懂得尊重，你早就答应夏天的事情，你不会要求女儿要照你的意思而活。我吴子敬不是这样子的人，我这样子做完全是为了小孩子他们的幸福。你要是真的为了他们的幸福，你早就答应了夏天的事。你不是为人父母的人，你不懂我们为人父母的心情。全天下没有一个父亲不是希望自己的女儿可以活得幸福快乐，但是你要想一想，陈宇勋再过个十年二十年，他跟我一样是个随时等着老天叫他回去的一个老头了。那个时候夏天他年纪还轻，他开始要孤孤单单一个人过日子，那种失去最亲的人的那种痛，真心真痛，你不会懂的。是，我是不懂，我就只懂夏天他现在很可怜、很为难、很痛苦。有什么好为难的？做人的子女本来就是应该孝顺、听父母亲的话。夏天要是真的是孝顺的女儿的话，她就真的应该离开宇勋，乖乖的回到家里来。你那是老想法、老观念了。孩子不是你的财产，他也不是你生命的延续，他们全部都是独立的个体，他们有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人生、自己的未来。我以我从小就知道的这些传统道德观念为荣。就算是老观念又怎么样？老观念就是要改。哎呦，老爸、阿姨，你们可不可以好好的说嘛？我跟他没什么好说的。冬天，你倒是说说看，现在你挺谁？冬天，你想想爸爸对你从小的点点滴滴养育之恩，你现在告诉我，你挺谁？冬天，你说你挺谁？冬天，哎呦，我不知道啊。冬天，哼，我不喜欢你。这么时头都得死你了啦！那气不不，你先去安怎啦？煞唔知影你迄个老精灵玫瑰啦。有影，安怎？伊安怎？愈来愈超过啦，我这要气站袂住啦。哦，伊这么计是伊是阮家的女主人呢。伊讲伊已经答应啦，要叫夏天哦去找陈宇勋啦。哎呦，这是啥物情形啊？伊实在是高不处亲哦。啥物人？这是真正五家的大家长，我嘛。
伊敢安怎讲？伊嘛是囡仔阿姨嘛，袂当讲哦，伊是阮某的双生小妹，伊就把家己当作是女主人呢。阮家的家内事，伊逐项拢要插啦。哎呦，哎，今天呢，无当着，别紧啦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有人甲你斗发到厝内空客呢，啊，你搁咧嫌，人在福中不知福啦。不，话袂当安尼讲。四姐，你讲到对。好，我同意你，这叫做照单全收。对。你现在找阮家一定出嫌啦。哈，迄查某人袂晓做，哈，上是一家之主，我无下咧，我淡水一条龙咧，哈，查某人个三从四德，伊无半从无半德，哈，甲踢马叫，哈，三个半袂甲乌皮叭叭叭叭叭叭叭，我安尼讲，结婚三十多年来，我甲伊生活甲一地甲生不如死啊！我知我知，哎呦，足可怜嘞，真正有可怜，啊，你讲煞袂，因为，好，讲了我就去，哈，查某人安怎做，哈？讲正经啊啦，迄我脾气这软哦，完全是属于我着淡水有兵乓的人，莫甲伊计较哈。结婚结了三十多年哈，煮三顿就好啦哈。三十多年菜拢固定去三项啦哈。啊，讲要往来啦，拢买酸溜溜的啦，啊买包啦啦，买甜果果，我食啊闭结啦哈。这头人是安怎做的？不要说好啦啦。四毛岁，你敢有规矩唔？这若是一个考验的节目的时阵哦，我先考验的，我先讲呢，你来甲我手手去讲啦。啊，我都讲了，讲袂煞啦哈！迄我逐天介绍做，拢看到鬼吼，偏皮条啦，啊，佫袂化妆啦，敢若一拍起你呾，哪一碗哩，你知无？你叫白嘛？爱是安怎？是安怎？我若拄到云云，哦，我若敢若伫云顶咧飞，云云遮尼温柔，啊，遮尼皮肤遮尼白，敢看咧，袂当诶，你也吹到无？哎呦哦！哦，好啊，才云云，啊无可能我早去你台啊啦！哎呦呀，哦，啊感谢云云，你知唔知？云云若死吼，我甚物家起庙呢？你知唔知？啊，好啦，等你坐好啦。哦，好啦。哦，我赶出出来溜达，来。你坐这边。哎呀，嫂啊，你哪会来啊？阿嫂，哎，阿嫂你来，阿嫂你来。人拄仔好哩讲你的歹话，讲伊。哦，讲你敢那鬼的，听得到？你个翁婿不如就卖阮替你甲输好。好好好，阿公哦，有啦。讲到这个翁吼，真正是。你甲拍啦！我死啦！甲打死啦！哎，叔啊！叔啊！哎，叔啊，要走啊？哎，叔啊，刚真正来。啊，对吼，看唔到人的款啦。看唔到人。嘿，嘿，敢那唔是啦，哎，足扛面的啦。我先来先。哎，可以。妈，月底嘞，可以给我一些钱吗？别看到钱就把酒金啦，这花仔钱啦。哎呦，妈，一点点就好了啦，你忍心看我在外面挨饿受冻吗？啥？你挨饿受冻？拜托诶，你困我诶，食我诶，穿我诶，啊！每个月我都搁好好你收费啊，一万块呢，哎，你比你老爸较好命呢。不能跟爸爸比的，爸爸是整天都待在家里，不用花钱呐、啊，而且他已经结婚，又不用交女朋友。哦，你的意思是讲，你要提我的钱去给你的女朋友？追冬天本来就要钱啊。我跟你讲过几摆啊，啊，不准你甲冬天来往，结果你要提我的钱去给冬天。哦，妈，你这样太不公平了啦！哥没有钱，你还不是会给他钱？况且哥已经结婚了，他还不是拿那些钱去把妹？是啥人咧把妹？你安尼乌白讲，我叫春天听着，恁哥哥就知死啊！恁大兄是咧做业务的，业务的哦，这些应酬、交际，这客户恁拢嘛用不着钱。啊嘛，每若请客户去食一下物件，那发觉讲买单啦，那底下钱扫出来拢无，咩啊？浪费钱，知不知？妈，你这样真的太不公平了！我跟哥哥都是儿子，哎，为什么待遇差这么多？如果你再这样，我就离家出走啊！哎呦，了不起哦！离家出走，要去这里去啦！我都不相信哦，你来出球才来人生活。啊，若讲到你这少年的哦，总无效的啦啊！讲话若袂合，我要离家出走啦，我要命也罢啦！我跟你讲啦，要出去这里出去啦，我也袂跟你留啦。妈妈妈，我等一下就离家出走哦。
奉上客厅。啊！为什么他们都以为我不敢离家出走？说不出的爱。气球一口一口一口用爱来填满，都愿真相是爱的圆满。东东，东东，阿姨，什么事啊？你去跟你爸说，我要拖地，叫他换个位置坐。阿姨。老爸就在这里啊，你直接跟他讲就好了。为什么要把我从房间叫出来跟他说啊？叫你去跟他说，就跟他说了。哦，好啦。老爸，阿姨叫你换个位置，还要拖地啊。你跟阿姨说啊，我们家的地不用他这个客人来拖。老爸，地不拖会脏哎。东东啊。阿姨不拖，你拖嘛？你再告诉阿姨，就算我们家结满了蜘蛛网，也不用他这个客人来管。哦，老爸，去说。阿姨，老爸说家里不用你打扫啊。不用我打扫？好啊，不打扫就不打扫，我倒乐得清闲。东东，你拖啊。哦。乖啊。哎，不要那样弄啦！老公，你很可爱耶，都几岁了还剪指甲都不会，那你以前怎么办？小鱼帮我剪啊，结婚前都是他帮我剪。哈，小鱼还帮你剪指甲？好啦，我来啦。以前有小鱼，现在有我，我帮你剪。谢谢老婆，结婚真好。嗯，好，好到你晚上在海上漂流都不回家了，好。哎呦，你怎么又在提这个啊？我当然要提啊，我就是要常常提，让你不要忘记。不过没关系，我要准备一个礼物给你。拿。啊，指南针干嘛？让你用啊！你要把它挂在身上，然后一看到它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啊家在哪里，不要忘了回家的方向。嗯。老婆，我不用这个东西，你就是我的指南针。如果哪一天我真的在茫茫大海中迷途，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会回到你身边嘛。嗯。你现在已经是结婚的男人了，连一点点迷途都不能有。金鱼呀，有辨识方向的超能力，所以以后不准再给我不回家。好了，听你的就是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妈，怎么了？怎么？你小姨，你刚出灶了？啊？怎么可能？哎呀，你赶紧过来。妈，我真的离家出走，小鱼。哎呦。是布拉希耶，今天怎么没有来啊？啊！我来了。哎呦，那个死布拉希变成鬼的声音啊，白痴啊，什么鬼？哪有鬼啦？布拉希，过来坐啊。哇！太假了吧！小鱼，你要去旅行啊？哇！你是不是要旅行到天涯海角啊？很远很远的地方。哎，啊，你要去几天？我。小鱼，我自从高中毕业旅行之后啊，我就再也没有旅行过来。哎，你要记得帮我带纪念品回来哦。我也要纪念品，我也要。哎，我没有很想要纪念品啊，不过你要送我也 OK。哎，你们三个都搞错了啦！搞错了！我不是要去旅行了。嗯，小鱼，那你拿那么多行李，那你要去哪里啊？我是要离家出走。离家出走？好了啦，妈，你不要担心啦。小鱼他只是吓吓你，他没那个胆真的离家出走。但爷爷杀，铁骨
规堆出去，啊，佫也气佫干，也气面，啊，佫浴巾拢退出去啊，那有可能佮他吓吓我啦？阿布，你莫紧张，想一想他平常都去哪里啊，交什么朋友，应该不会很难找啊。他朋友还不就那几个，小军、海鸥、冬天就这三个。去，你打电话哦，冬天看小鸥有去找伊无？你放轻松，我现在就去打。好。啊，你别担心啦。怎么可能不担心啦，姐姐，你哪里不皮肤不担心？喂，冬天啊，我大姐，你有看到小鱼吗？哦，没有哦。好，哎，我们再找他。如果你有看到他，打给我。嗯，好，好，拜。小鱼是在那等你，那好可怜，你快不要乱点我。不会的，小鱼都已经是大人了，不会有事的。哎，你是你小弟呢，竟然都没紧张啊？有什么好紧张的？就当小鱼出去散散心。我猜啊，他明后天就回来了。你辛苦啊，绝对无赚什么钱啦。啊，出去若无人吃，一定会饿倒的啦。哎呦妈！你听我的，你真的不用担心啦。小鱼他什么都不会，他这是生活白痴，他只会打扮自己。我猜啊，他隔两天受不了，自己就会回来了。哎呦，我是今日外口去用机会，你哪会想一个办法给找回来哈？哎呀，大姐，你看阿布都已经急成这个样子了，你就出去帮忙找一找嘛。嗯，听我的，妈，你不要再紧张了，你那个眉头皱的跟什么一样，愈看愈操劳，你莫再紧张了。哎，你，啊，我莫跟你讲啊，我来找你老爸，甲讲小姨有离家出走的代志。对我说，别再见。